你们俩别过来，再过来我跟你拼了！干嘛？女儿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爸输了钱，是用钱来还呢，还用人来还？别动他！我这么跟你拼！爸！罗玉珠，罗玉珠呢？罗玉珠什么人啊？我是他朋友啊。罗玉珠涉嫌诈骗，我们已经立案了。谁报的案？肯定是我叔他们，全家村的人呢。现在不管怎么说，当务之急先把人找上了。我刚才跟公安局同志已经沟通过了，他们介入也挺好的，就可以帮忙找人嘛。其实就是为了钱，非要把玉珠往死里整。姐，你看你现在是成什么样了？你这几天像疯了一样找人，你身体不要了？你先跟我进去，下这雨，那我给你弄点吃的去。那个，存折。自行车要什么借我？你要去哪儿啊？陈家村。那个，现在雨下大，路上滑，你骑车慢点啊。是招呼不打一声，拿着粮票就走了。你知不知道把陈尚哥急死了？他人呢？他刚骑着自行车，说是回陈家村了。我知道，对不起他。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帮我把这个给他吧。那钱你让我爸给偷了，我只有找回来这么点儿。我自己给的。玉珠，